噔噔，我们终于到了三亚。这次来三亚呢，主要是参加咱们 MK 的活动。这里呢，就是我们的更衣室试衣间。然后看到的这些衣服呢，都是我们明年活动需要穿到的一些服装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换到了我们的某一套 look， 准备去我们当地挺火的一条公路上拍照片。然后呢，据说这次我们最爱超爱的马斯顿马丁，我们要去看看。吃完呢，准备休息一会儿，换个妆，准备开始晚宴部分，真是充实的一天。OK， 那么现在就是到了咱们的 social time， 又拍了一些照，真的今天整个行程都是拍照拍照拍照。拍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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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